好正啊！起晒痰添啊！哇，如果啲架仔嘅拳头可以为我而硬，我嘅眼泪就可以为佢而湿。即架即完，今晚睇几靓仔。切，你泡菜嘢假噶！你冇整容噶，你呢啲架仔先乸型啦。我啲架仔不知几 man 啊！怕架仔，我怕架仔，谢臭啊，谢臭啊，唔惊你谢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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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臭。正所谓情与义值千金，不过靓仔更胜万金。为咗仔仔而掀起嘅一场战争，就用雪糕嚟一决高下啦。佢哋分别喺办公时间搵嚟韩国同埋日本嘅雪糕，我哋而家就准备花生，睇下咁样嘅大激斗啦。咁我手上呢个咧就系韩国嘅代表乐天绿茶甜筒啊。咁我呢个就系日本代表啊，宇治金时大福啊。真真，听讲系一个认证嘅济州茶园嗰度种嗰啲茶叶嚟噶。哇，咁把炮！咁我呢个咧就话用咗北海道嘅牛奶咧去整个抹茶嘅。咁我试下先。我食上去咧又觉得呢个绿茶咧就好甜啦。咁我咧呢个抹茶大福咧，糯米糍咧，我觉得佢个糯米皮咧做得好香啦，好烟韧啦，同埋嗰个抹茶雪糕咧，抹茶牛奶嘅比例非常之好啦，好香浓啊！加上嗰个红豆咧，即系有少少调味咁，但系我觉得个红豆咧唔够多啊。济州岛咁犀利，试过食落 feel 唔到啦。不过个绿茶味都几香嘅，但我觉得甜咗少少啦。即比起我嗰个牛奶咁 creamy 咁软滑，我觉得争紧啲咯。哇！食呢个咩嚟噶？林子芝咁样，好似浆糊咁样咯。噔噔，嚟到芒果味啦！咁我呢个咧就系芒果三文治啊，系呢个 Lovely 韩国出品嘅。哇，咁犀利啊！我呢个咧就系日本 Waffle Waffle 咧佢嘅窝夫雪糕啊，咁就用咗个濑户柠檬啦，同埋日本芒果顶嘅。這個呢我一打開呢就覺得很有驚喜，因為平時那些雪糕三文治呢都是餅來的，但這個呢就是一個好像蛋糕的皮。我這個呢窩夫雪糕呢，它首先用了一個淋霜的麵包扮窩夫，我覺得造型非常得意的。它裡面呢有一個瀨户檸檬整的雪糕，再加上一些芒果的夾心醬在這裡。咁我食落去咧，哇！濑户柠檬真系好正，好清香啊。咁我這個呢个咧，佢话咧用咗 20% 嘅芒果啦，咁所以个芒果味咧，我都觉得都出嘅。佢埋嗰啲好软淋淋嗰啲蛋糕口感咧，真系几正。芒果味系几浓嘅，不过我觉得咧个面包咧就真系面包咯，淋咗少少，冇乜特别，好似我就咁攞面包夹住啲雪糕咁。我哋咧就嚟到 Noon 啦，呢度咧就系食呢个雪糕意粉。点啊 ，Kitty， 你觉得有咩 selling point 啊？你呢个泡菜雪糕？我觉得呢个 selling point 梗系点啦，因为咧佢呢个咧做呢个意粉雪糕机咧系特登由首尔嗰度运过嚟噶。哦。咁而且佢嗰啲奶咧，听讲咧就系用澳洲嘅牛奶啊，所以咧都零舍香滑噶。我啊觉得咧，你呢啲泡菜嘢咧都净系讲噱头嘅啫。虽然话意粉啊，但其实包落去咪系成片雪糕，不过系几好味嘅个牛奶。但点解唔系用首尔牛奶，而用澳洲牛奶咧？呢个真系个谜。系，我真系谜。有啲秘密我都唔想公开。咁我哋嚟到 Candy 食啦，呢度咧除咗食奶食之外咧，食芝士咧都非常之正噶。咁食落去已經好似咬緊 cheese cake 咁啊，個芝士味非常之香濃啊，同埋我覺得咧飽肚感十足啊，可以兩個人 share 食添啊。你係咁食緊啊？點算啊？唔計啦，30度啊，大佬。冷氣地方都唔掂啊！冇計啦，雪糕嚟噶嘛，只要雪糕都係會溶嘅，人都係會死嘅，係咪先？好味，但係覺得好味嘅，但係咧，好明顯佢係奶嗰個份量唔係好夠啊，或者個雪糕機可能唔係咁好啦，所以其實佢出到嚟嗰個狀態都好水，同埋好快溶。
但咧我食落去都濃味嘅。至於水嗰個問題咧，即係可能問翻佢哋知唔知啊？不知不覺 J 同一張相都 J 到八點噶咯。喂，咁我哋個惡霸同架仔之戰點算啊？不如你哋自己揀啦，姐要放工嘅啦，拜拜。